在台湾呢，一直忽略到了一件事情，以为中国大陆的政经全球大战略的眼中啊，只有台湾，错了，在整个的中国的全球政经大战略里，台湾只是一小小的部分，但是我们认为人家的眼中全部都是我们，啊，我们只占了一小部分，也因此，我们今天讨论哪一个邦交国家、哪个国家会出现什么情况，那是讨论不完的，我们应该总体的来面对。台湾如何因应整个中国大陆崛起之后的全球政经大战略的布局？尼加拉瓜不是个案呐、啊，非洲的国家那多得很呐、啊。我们最大的啊，像吉里巴斯老师哪里就是在非洲最大的？你以为啊？布吉纳啊？布吉纳法索，你以为就没有啊？我的看法里面，过去的外交修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？就是人家要来说，哎，抱歉了，我为了我的利益要跟你们建交，中共说不要，这种不要，马政府固然现在觉得是很有成就，可是有没有想过，到底这个中国大陆的不要可以挡多久？今天晚上7点，全民叶问一起来打拳。